本周四，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入基隆河空难事故发生后的第九天，在众多搜救人员的坚持努力下，最后一名失踪者大陆旅客陈仁泰的遗体终于在基隆河二号水门水域被寻获。被发现时，遗体与飞机座椅相连。至此，这起空难确认共造成43人罹难，15人受伤。据统计，这架航班上共有31名大陆旅客，其中28人罹难，22名台湾乘客中11人罹难，5名机组人员中4人罹难。此外，还有地面伤者2人。在事故发生后的9天中，台湾投入超过8500人次搜救，此外还出动了大量车辆、船艇及直升机。同在本周，部分大陆罹难者遗体已返回厦门。针对公众高度关注的赔偿问题，复兴航空方面提出将采取一视同仁、同机同赔的原则，向每名罹难者家庭赔付149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95万元。与此同时，3名大陆民航事故调查专家也已抵台参与相关调查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空难首次有大陆调查人员参与。周二，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商之一美国高通公司宣布，将向中国发改委支付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一场长达14个月、始终备受关注的反垄断调查就此告一段落。60.88亿，这是高通公司2013年度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也是中国国家发改委迄今开出的最大一笔反垄断罚单，是去年罚款总额的3倍之多。对于高通公司来说，中国市场曾为其提供了将近半数的收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接受罚款，高通公司同时还表示将修改其在中国的某些所谓商业惯例。经过大量调查，发改委列举出多项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的行为，比如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等。而来自中国的这一处罚也正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据悉，韩国反垄断机构公平贸易委员会也正在针对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高通公司进行调查，调查理由依然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央巡视组下一步将去哪儿？本周目标正式公布，今年首轮专项巡视圈定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移动等26家央企，春节一过就展开巡视。巡视重点是要查找靠山吃山、利益输送的问题，而且在今年内还将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而在本周四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则进一步明确要把巡视监督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平台，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提出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过年回家，摩托车、中长途、结伴上路，这些词儿组合在一起，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相当壮观而又让人有些担心的画面来。这画面很中国，而且似乎有些越来越多的迹象。想想也容易理解，今年春运提前60天售票，可几乎在网络放票的第一时间，车票好像就被一抢而空了似的，以至于现在连黄牛党都必须掌握高科技才能继续自己的行当。可是这就像很多老人因为不会用滴滴打车而无法打上出租车一样，很多农民工朋友由于工作时间、设备以及对网络抢票不太熟悉等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买上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就成了奢侈的事儿。既然买不上票，中国人过年又必须回家，于是求人不如求己，骑上摩托车上路。谁都知道铁骑返乡有危险，可再危险也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抵不过回家的渴望。今天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中国人回家的路，就先从这千里走单骑开始说起。我们到底在这里两天吧，你那个确认单给我看一下。早上5点，在福建泉州金山加油站已经聚集了300多辆摩托车。来自江西瑞金的务工者刘水源和他的20几个同伴就在其中，他们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一份保额30万元的保险，还有油卡、反光背心、地图、护膝等。
在吃过一顿爱心早餐后，他们就要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原来想说就是像车队那样去拍摄，然后结果发现就是我们一下子就把那个刘大哥还有他们的车队一下就跟丢了，因为他们骑车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就是在70到80以上的，就是他们一骑到回家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控制不住了。从晋江到瑞金路程大约500公里，路上需要差不多12个小时。对于这些骑行在路上的人们来说，一方面知道路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安全最重要，但另一方面早一刻见到家人的渴望又在催促他们分秒必争。我当时坐在后座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车其实不是很稳，觉得好像让那个车摔倒是外界有一个随便有个什么因素，那个车可能就会滑倒，这个回家方式真的很不安全。但是呢，另一方面我替他们高兴，因为我在后面的视角是一直在退的，我能看着他们离他们打工的地方越来越远，那其实他们也就离他们家越来越近。路上骑行近6个小时，骑手们陆续抵达福建龙岩，在加油站吃午饭，并活动一下在寒风中有些发僵的身体。在这样的温度下长时间的骑行，对他们来说冻僵的手脚是可能出现危险的重大隐患。到瑞金还好，10个小时就晋江到瑞金，但是还有到南昌的、到九江的，甚至到湖北，一个人千里走单骑，就为了回家过年，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还有那些带着孩子的，有些孩子还不会说话呢，就是让那么小的孩子，然后在那个大风里面，那个风也跟刀子一样的割。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希望这些农民工有朝一日再也不用这种骑摩托这么危险的方式回家。危险还是没能躲开，在吃过午饭继续上路后，一名骑手与当地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左脸颊划出一道伤口，所幸并无大碍。而在这一周里，返乡摩托车遇到的事故也在不同地点接连发生。在广东肇庆，20多辆摩托车发生侧翻事故；在广西梧州，一辆摩托车与一位老人发生刮蹭，致使老人摔倒后被货车碾压致死；还是在广西，一辆返乡摩托车与货车相撞，车上两人当场身亡。拍的时候我一再叫他们能不能开慢一点，开慢一点，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保持在70迈以上。那这个用这个速度穿过城区的话，特别是旁边有大车的话，真的很容易出事儿。但是呢，他们的速度就一直慢不下来，一路上你从他那个里程表里面就可以知道他是有多么迫切的想回家。夜幕降临，骑行12个小时后，流水员和同伴终于安全抵达江西瑞金九堡镇，三个孩子和妻子早已等在路边。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了一年，一进门第一个动作就是抱儿子，抱着儿子就上前就是亲一口。有很多亲情最感人的东西都是用一些最简单的动作和最直接的动作能够表现出来的。当时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就是感叹了一下，发了3个排比句的回家好。当时真的感觉家的温暖，那个温暖是切切实实看在眼前的。流水员已经安全抵达家中，吃上了妻子做的饭菜，但还有更多的骑手正在路上或是准备回家。9号、10号两天，仅福建泉州一地就有2300多辆摩托车载着3400多名务工人员出发。而新开通的贵广南广高铁尽管可以分流一部分返乡人群，但广东今年预计仍有突破60万人通过骑乘摩托车的方式返乡。显然在回家时间不确定、买票难、骑摩托车回家走亲访友更为便利等条件下，铁骑返乡短期内并不会退出春运舞台。那么给他们更多的帮助，让他们更温暖、更安全，或许就是现实条件下无奈却又不得不做的选择。
几年前我春节前在广西正好目睹过一次骑摩托回家的车队，很壮观也很让人动心。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人如此不辞辛苦地踏上回家的路？不过当时在广西也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对我说，当时的珠三角尤其是广州等城市开始禁摩托车，于是二手摩托车卖得很便宜，农民工兄弟买一辆回家，既省了买火车票的钱又自由，更重要的是到家之后把摩托车留在家里，等于又给家里添了一个生活进步的大件儿，这就成了一举多得的事儿。其实现在的铁骑返乡大军中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不过不管怎样都希望老天爷保佑有好天气又能保证安全。说完摩托车回家，再说说另一波幸运的回家客，也许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一定足够幸运，因为他们搭上了顺风车。咱们就走建国路，一会儿上那个东四环，然后直接上那个 J 四，京沈，咱们走京沈高速。G 一，啊 G 一，对 J 四去了，我记错了，跑哪儿去了？本周，当春节临近，在北京工作的李先生启程返回唐山老家。与往年不同的是，通过公益顺风车网络平台的牵线搭桥，在他今年回家的旅途中，除了妻子女儿，还多了两位未曾相识坐顺风车回家的老乡。我们丰润那块儿那个火车站停运了，就是也没买票，想着坐大巴，但是坐大巴有时候时间上赶不上嘛，然后就搜搜拼车呗。对，顺风车这个是微微平台的那个一个 APP 嘛，大家相互之间发布这种拼车信息，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回去，相当于是车主和乘客通过网站、短信、手机 APP 等渠道发布行程信息，系统将同线路的车主和乘客进行搭配。王勇等公益人士发起的春节回家顺风车行动今年已进入第四年，而在全国各地各类机构发起的春节顺风车活动也遍地开花。对于那些路程遥远又一票难求的乘客来说，搭顺风车渐渐成为他们最青睐的回家方式。让您身边的空座成为他人回家过年的希望，所以用这句话其实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我今天捎了一个人回家过年，我看他妈妈在门口接他的时候抱头痛哭，然后对我很感谢，我觉得我心里也非常暖和。已经过来了是吧？行，那把您把，对，您把东西拿上吧，拿上我就在门口那等你啊。虽然夜幕已经降临，但因为回家心切，车主唐先生和这位搭车的小伙子还是决定在节前最后一天下班后立即上路。而在匹配到顺风车之前，小伙子还以为今年没法回重庆过年了。本来像现在之前买票一抢票啊，各种抢各种买，根本就买不到，然后就没，实在没办法。然后像我们就在外地打工的，本来收入又不高，觉得坐飞机嘛又可能太贵了。然后发布消息，正好他们也是重庆那边的，正好搭个车。这儿到我们那地方有不到2000公里吧，然后走的话开车。连续开的话估计得差不多20个小时。虽然车主和乘客都进行了身份登记，顺风车活动还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但毕竟是陌生人搭车，安全往往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路途遥远，顾虑也更增加了一分。出发前，唐先生已经和小伙子面谈过一次。主要就是相当于是路线嘛，首先给那个路线，然后他觉得合不合适，大家是不是真正的顺风嘛，是吧？然后第其次是顺心嘛，见下面比较安心一点嘛。那我们关于回家这个，车费什么的，那我们还是照以前的，还是怎么说呢？车费就不用了，就不是说什么车费不车费的。然后就这样吧，反正是一块走，然后一块走的话，你就平摊一下这个，就是过桥过路费跟油费。行，对，好嘞，那出发了啊。尽管顺风车行动倡导免费搭车，但很多乘客还是愿意缴纳油费、过路费等，分担车主的负担。而顺风车的发起人王勇也认为，收取一定费用与公益没有必然的冲突，善心的确值得尊重，但是毫无回报的免费公益很少有人能够坚持。满足车主的所谓的私人利益，来推动拼车这件事情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拼车，那么这样就节能减排，减缓交通压力，然后同时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信任，那么从而就满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与此同时，王勇也越发觉得，在庞大的搭车需求面前，只有几个人运营的公益平台越来越难以为继。
于是去年他发起成立了创业型公司微微拼车，并很快数额不菲的社会融资，专业技术团队建立起来，手机 APP 的稳定性提高了，网站、微博等平台也得以打通。今年春节公益顺风车的匹配效率明显提升。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正月初八，我们可以点击确认，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有了一条返程一条路线信息。如果说有同路的车主出现的话，他会就是用，他会提醒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短信提醒也来了。所以我觉得公益的发展呢，其实如果能够借助商业的力量来推动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顺风车不没钱是吗？ OK， 微拼车给他，没人是吧？行，微拼车给他。但反过来，因为顺风车的这个品牌，它肯定会促进微微拼车的发展。我觉得这点我一点都不避讳。尽管去年春节顺风车只帮助了2万多人回家，相比20多亿人次的春运客流，实在是杯水车薪。但王勇始终认为，中国有1亿多辆的私家车，让更多人接受拼车，应该成为解决春运难题的新思路。只有依靠更加市场化的思维，调动一个个个体力量的积极性，才能让更多人踏上返乡的旅程。在互联网软件的帮助下，搭顺风车越来越不是纯属偶然的小概率事件，这的确是一个进步。但顺风车很难做大，也自然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比如所需的费用分配该怎么办呢？比如运气够不够好，是不是真能碰上合适的路程，还有陌生人搭伴安全与否，投不投脾气等等。因此我们夸他并且支持他的同时，也希望搭上顺风车的人都且行且珍惜，珍惜缘分和友情。其实不管摩托车还是顺风车，也大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中国的铁路一票不难求，可能还是相当多的人会选择坐火车，毕竟在中长途旅行中火车是性价比最高的，更何况还十分安全。今年春运是铁道部改为铁路总公司之后的第二个春运，他们换了牌子，能换面貌吗？我在今年的2015年的2月4号买了一张从这个武昌到广州的火车票，很遗憾是买到了一张火车票的站票，但是我因火车站票与坐票同价，乘客却无法享受同等服务。广州市民雷闯将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再度告上法庭，并请求判令将其购买的无座车票实施半价。该案本周已获广州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将于4月28号开庭审理。而全价站票是否合理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也在今年春运最繁忙的时刻被再度抛出。2010年的一次买了火车站票，我觉得不合理，然后就去找列车长、找乘务员去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时这个乘务员、列车长就觉得我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其他的人买了站票都没来反映这个情况，都没有质疑，你为什么来质疑呢？这次经历让雷闯萌生用法律手段维权的想法，而今年已是他连续第3年起诉铁路公司。2013年未获立案，去年立案却遭遇败诉。雷闯坚持认为，铁路营运方凭借公共运输垄断优势订立客运合同时已失公平。去年败诉的原因就是觉得是我自愿买了这个车票，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个其他更多的一些选择的权利。铁路在目前来讲的话，还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远程的一个公共交通的提供者。修的这个铁路越来越长了，开通的线路越来越多了，它仍然不能回避最基本的一个公平性的问题。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铁路部门发售无座车票是为让更多旅客能够回家采取的一种方式，旅客可以自愿选择购买。无座票半价的诉求似乎实现的可能并不太大，但雷闯的质疑似乎在证明，自2013年铁道部改制全国铁路总公司之后，政企分开走市场化改革之路的中国铁路，显然要直面来自公众的更高期待。它每年的客运量、货物发送量，铁路应该说它发展的速度跟其他运输方式比，在前些年都不够好。这样来他能够感受到这种综合市场的压力，铁路也要通过市场化增强自己系统的活力。
今年春运12306提前60天预售火车票，而网络售票份额已远超半数，排长队买票的场景大为减少。当春运在本周迎来高峰，铁路部门也发出提示，已加开大量旅客列车，目前大部分方向尚有余票，这在往年春运似乎并不多见。2014年，国家加大了对铁路的建设投入，使得我们国家的路网通突破了11万公里，所以给春运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由买票难，向买票相对容易再转变。老百姓的需求正在由原来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有人认为，2015年春运或将成为全国铁路春运的拐点，一票难求将逐步淡出历史。2014年是过去几年内计划建设高铁线路最多的一年，截至年底，我国高铁覆盖已经达到28个省区，而去年列车运行图也2度调整，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当铁路建设高歌猛进之时，曾经铁板一块的火车客运定价出现松动，京沪京广高铁列车部分席位在冷门时段开始打折。对于铁总来说，一方面要面对成立之初就存在的债务高、筹资难等改革难题，同时也要回应公众如何提供更便捷的网络购票、更人性的列车服务、更市场化的车票定价。铁总显然还需在未来加大改革步伐。世界各国应该说，铁路这个市场化的改革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就是铁路是一个多重属性的行业，具有很强大的公益属性。同时呢，它是不是要走市场化和企业化的道路，我们说船大难掉头，铁路现在是全面的深化改革。回头看今天的试点，不一样的回家之路，摩托车最危险，小汽车有风险，铁路最安全。但也正因为如此，火车在春运之中，尤其在中长途的运行中，是绝对的铁老大。可一票难求又是现实。其实这些年中国铁路发展的够快的，目前全国铁路营运里程已经突破了11.2万公里，甚至高铁都达到了1.6万公里，都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但架不住咱们的另一个世界第一啊，春运40天，预计运送人次达28亿，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第二在哪儿你都根本看不见，因为落得太远了，而且这数字年年还增长。这就是中国式难题的现状，供给追着需求跑，没办法，只有继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道路。走在路上竟然捡到金子，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完全改变了新疆清河县牧民别热克萨乌特的生活。这块狗头金重7.85公斤，是目前新疆发现的最大的狗头金。按照我国法律，如果被认定为文物、矿藏或埋藏物中的任何一类，都需上交国家。如果是无主物，则可以按照先占原则，牧民将拥有这块狗头金的所有权。但目前来看，这块捡来的财富还无法界定范畴。本周，新疆清河县政府组织了国土、矿产、公安等多部门的联合调查组，前往实地核实情况，同时对狗头金的归属问题进行讨论，将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公开回应。而成为新闻人物的别热克萨乌特则不堪其扰，关闭手机躲了出去，只希望事情能尽快平息。两条铁链拴在床头，情绪激动，大喊大叫。本周二，北京市门头沟法院的执行法官和法警走进病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3年前，陈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到北京京美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康复后医院先后20余次下达出院通知，但陈某称其术后腿部有血栓，无法伸直，医院必须负责，在病床上滞留3年，不愿离开。医院多次告知陈某可以做司法鉴定，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但陈某都以不相信医院也不相信法律为由拒绝了。无奈之下，医院将陈某起诉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是一受害者。在医院赖床3年，陈某不敢洗澡，不敢出门，甚至连儿子的婚礼都没有参加。最终在法官的劝说下，陈某同意做医疗鉴定，
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满头银发，精神矍铄，82岁的林载亮带着丰收的爱国鱼来了。闻讯赶来的福州市民排队抢购，不到2小时，7500斤鱼就销售一空。这些肥美的海鱼产自南海美济礁，一块距离三亚市直线距离有1000多公里的珊瑚环礁，归属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管辖，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曾任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海南省水产局副局长的林载亮很清楚，有了我们的居民，按国际海洋法规定，美济礁作为中国领土的事实就不容撼动。2007年，林载亮带领3名族亲和9位平潭渔民来到美济礁搞养殖开发，他们分为2班，3个月一换，一年要在南海的蓝色国土上生活半年，生活设施全靠一条船。今年美济礁养殖场迎来了最大一次丰收，尽管养殖成本很高，林载亮却说养爱国鱼不为赚钱，就是为了守住美济礁这个地方，再难也会养下去。我还很小，第一次坐飞机，我和我的家人会尽最大努力好好表现，不打扰到你们在长途飞行中的休息。春节的远行在即，杭州的方女士除了准备一家人赴英国伦敦旅游的行囊，还为即将乘坐同一航班的旅客准备了特别的礼物，一组手绘的致歉卡。18个月大的窝窝将随家人第一次出国旅行，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妈妈和爸爸笔下，他成了漫画的主角，用中英双语向其他乘客介绍自己的家人，还为可能出现的哭闹向大家道歉。窝窝的妈�妈方女士还专门准备了40个红包，放入致歉卡和2颗巧克力，打算在飞机上分发给周围的乘客。对窝窝来说，在善意中开始自己的旅行，或许会是人生最初的美好回忆。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谈判，有的公开，有的变相。其实谈判相对于暴力或者对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它意味着沟通和交流。农民捡到价值连城的狗头金，一开始有人说得上交，于是媒体和网民就开始替这位农民来与习惯的做法谈判了。来来往往一些个日子，当地表示并没有让农民上交狗头金，似乎这是一个大家期待的谈判结果，也为今后类似的事儿打了一个样。而被强制执行的陈某在赖在病床上的3年里，有关部门也不断地跟他谈判，可惜陈某不为所动，于是谈判失败，只好强制执行。不知道现在的陈某后悔没？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在监狱里，囚犯劫持了典狱长，于是谈判开始，可结果出乎预料。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获得高雄监狱的报案，结果刚好碰到歹徒要从高雄监狱的侧门要逃逸。本周三下午4点，刚刚赶到台湾高雄大寮监狱东侧门仅1分钟的警察，就碰到了想从这里逃跑的越狱犯。先上堂啊，关保释放啊！哎呦，开枪了！很紧张，也有枪战啊，那个 M16枪好大声哦。原本是到大寮监狱送货的蔡先生，当天刚到达监狱东侧门的车检站，就碰上了这起监狱劫持案。假使监护科长跟典狱长出来啊，那我就看到4个人带 M16的枪啊，还有两只手枪啊。典狱长和监护科长被犯人拿着枪劫持。这一幕不仅是蔡先生第一次见，也是台湾第一次发生监狱劫持案。11号下午3点半左右，6名犯人谎称生病到卫生科就诊，先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刺伤2人，抢走通用钥匙，并试图从隔壁接见室逃跑，但是失败，然后又改走中央门逃逸。设防管理员的钥匙呢，他只能开设防，并不能够开外面的门，好，那中门的话，各位都了解，他们是有3道门，有管制的，要一道接一道的出去的。当通用钥匙并不能打开逃离监狱的门时，6名犯人立即改变了计划，越狱变成了劫持。他们挟持了2名管理员，并开始破坏监狱的军械室。用这个灭火器，
啊，这硬的灭火器，啊，敲了几十分钟，敲坏第一道门、第二道门，拿了枪，再敲坏第三道门，拿了子弹。六名犯人从监狱军械室取走了四支65K2步枪、6把90手枪，子弹超过200发。副典狱长和戒护科长志愿替代，两名管理员当人质和他们谈判。而后来赶来的典狱长陈世志更是主动换出了副典狱长，和戒护科长王世仓一起成为人质，被挟持着一起准备从监狱东侧门离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用更为强大的火力阻止了警察一道铁门就可以逃脱的犯人。无法离开的六名犯人只能在监狱内挟持人质，与一墙之隔的警察对峙。由于高雄大寮监狱内有2600名犯人，而且都是10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意外，警方开始不停地加派警力，气氛紧张。班长，我们诉求是2排车次门，不要逼我们动手，不要逼我们动手。我们不会马上就答应他的所谓要求了，哈、哦，那当然也要顾虑到人质的安全。他也知道这次他们如果要想冲出这个突围不太可能，他才愿意啊跟狱方还有这个检方来这个做谈判。逃脱无望的六名犯人在和警方进行谈判的同时，还通过从送货的蔡先生身上抢来的手机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六名犯人都是从无期到25年的重刑，而带头发起劫持事件的郑立德是台湾黑道竹联帮尊堂堂主。今年46岁的郑立德向媒体坦诚，这次是忍耐很久、计划性的行动。他根本没有触犯那一条法律，对冤案被判了18年，所以他才会那个有这个动机来做这个行为。2012年8月，郑立德因教唆小弟持枪杀人判刑18年，加上违反枪炮条例等其他罪，合并执行28年6个月刑期。一直不服判决的他因受不了长期坐牢，才策划了这次劫持。希望用温情化解这场危机的警方陆续找来六名犯人的家人以及友人前来安抚他们的情绪，这些方法似乎很有成效。晚上11点，台湾矫正部门负责人拿着一份郑立德手写的声明出现在记者面前，手上有一个小型的掌上型的小电视机，他看了之后他会采取下一个动作。经过沟通，双方取得共识，只要把这份诉求公布出来，就会考虑把人一个一个放出来。郑立德提出的诉求主要有3点：一是为什么陈水扁可以保外就医，而监狱内比他严重的不行；二是台湾法官有罪推论心态要改，否则对犯罪者相当不公平；三是既然要把他们关到死，但至少在狱中要让他们自给自足。我们活得尊严没有了，还要拖累家人，那就剩自杀和拼这条路的。在平静了8个小时后，12号的0:05，监狱内连续5声枪响，十几分钟后又有连续4声枪响。凌晨2点多，郑立德再次用手机和媒体联络，提出了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刚刚那个带2瓶酒进来，高粱酒，然后我们喝完酒，我们全部弃械投降，人质安全。第二个条件，第2瓶酒再给我们，我们6个同案的，一人喝一杯，我们自己了断自己账户。第三个，他前面2个都不答应，那不好意思，8个人一起死。凌晨3点多，监狱管理人员送进2瓶高粱酒、6瓶啤酒，随即被劫持了11个小时的戒护科长王世仓被放了出来。然而，典狱长陈世志依然被他们劫持。12号凌晨3点51分，
泉州市，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入基隆河空难事故发生后的第九天，在众多搜救人员的坚持努力下，最后一名失踪者大陆旅客陈仁泰的遗体终于在基隆河二号水门水域被寻获。被发现时，遗体与飞机座椅相连。至此，这起空难确认共造成43人罹难，15人受伤。据统计，这架航班上共有31名大陆旅客，其中28人罹难，22名台湾乘客中11人罹难，5名机组人员中4人罹难。此外，还有地面伤者2人。在事故发生后的9天中，台湾投入超过8500人次搜救，此外还出动了大量车辆、船艇及直升机。同在本周，部分大陆罹难者遗体已返回厦门。针对公众高度关注的赔偿问题，复兴航空方面提出将采取一视同仁、同机同赔的原则，向每名罹难者家庭赔付149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95万元。与此同时，3名大陆民航事故调查专家也已抵台参与相关调查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空难首次有大陆调查人员参与。周二，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商之一美国高通公司宣布，将向中国发改委支付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一场长达14个月、始终备受关注的反垄断调查就此告一段落。60.88亿，这是高通公司2013年度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也是中国国家发改委迄今开出的最大一笔反垄断罚单，是去年罚款总额的3倍之多。对于高通公司来说，中国市场曾为其提供了将近半数的收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接受罚款，高通公司同时还表示将修改其在中国的某些所谓商业惯例。经过大量调查，发改委列举出多项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的行为，比如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等。而来自中国的这一处罚也正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据悉，韩国反垄断机构公平贸易委员会也正在针对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高通公司进行调查，调查理由依然是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央巡视组下一步将去哪儿？本周目标正式公布，今年首轮专项巡视圈定国家电网、中石油、中国移动等26家央企，春节一过就展开巡视。巡视重点是要查找靠山吃山、利益输送的问题，而且在今年内还将完成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而在本周四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则进一步明确要把巡视监督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平台，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提出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过年回家，摩托车、中长途、结伴上路，这些词儿组合在一起，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相当壮观而又让人有些担心的画面来。这画面很中国，而且似乎有些越来越多的迹象。想想也容易理解，今年春运提前60天售票，可几乎在网络放票的第一时间，车票好像就被一抢而空了似的，以至于现在连黄牛党都必须掌握高科技才能继续自己的行当。可是这就像很多老人因为不会用滴滴打车而无法打上出租车一样，很多农民工朋友由于工作时间、设备以及对网络抢票不太熟悉等等多种因素的叠加，买上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就成了奢侈的事儿。既然买不上票，中国人过年又必须回家，于是求人不如求己，骑上摩托车上路。谁都知道铁骑返乡有危险，可再危险也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抵不过回家的渴望。今天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中国人回家的路，就先从这千里走单骑开始说起。后来我知道这些孩子的时候，和普通孩子其实是一样的，并没有像前我们想他们的心有多么多么的特殊，找你要一个拥抱，其实就是他缺少这种东西，他想跟你交流。全国各地有些福利院当地的医疗机构不太好的时候，而且这个孩子还有手术需求，他们会联系到贝贝。
们也得自己想想办法。然后我们就开始搞各种活动，或者是我们的志愿者自己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去卖。我们其实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去争取将来能够自己的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快结束了。但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中国马年里头最后一期的新闻周刊了。再过几天羊年将至，中国字儿里头羊大为美，新闻周刊祝您新的一年里笑声大，心胸大，锻炼身体的步伐大，这样您的日子才更美。咱们羊年再见。